是白，你哪会叫我是黑的查某呢？安怎？叫你饮酒，你无欢喜心，我大哥大咧。虽然心内悲哀，不敢予人知。来，陈秘书，我敬你一杯小小小的烧酒，干杯！哇，有影烧得着，是讲丽萍小姐，你的名都要成酒家女，俺来来酒家你上班。唉。自从阮十八岁宝贵的青春，为了一时行情好，煞来被一位担当的来甲阮拆烧去。陈秘书，拆烧你知好？我知，啊，着先拆才烧着无。就安尼，阮煞变成一只燕鸟，滑落海上，随着波浪，扬来扬去，四处漂流。哎呦，啊你若无伊哦，我着等一浪甲你忘去。伊每一工都伫讨海掠鱼呢。我现在的生活变成日红云，电火人光，就来挂酒，干那陪人过，靠酒吃酒而已。我的身躯，你的身躯可比社会的社交礼物，查某人的七套米，讲袂叫个粉草机，输完就抛弃，对吼？这话你哪拢知？卖来这套，这部阮担当的拢有甲我加过啊，来。烧酒停来，饮来去。无意今日变成可怜酒女，将辛苦海的生活，袂你记着光明，心中的阿平，店内小姐拢给我叫来，一人两万，全部带出场。安怎？安尼我有甲恁听笑无？心酸。